秦淮教育为教师节庆祝，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。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张生，区委书记林涛，区委副书记区长司勇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金辉，区政协主席邵强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陶勇，陆军工程大学副政委陈文龙，区委副书记江晨，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小卫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何素玉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邹建国，区政府副区长戴兴，区政协副主席张敏，团省委希望办主任傅建龙，省励志阳光基金会理事长陈建光，南师附中党委书记钱汉平，区教育局局长李海岩，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庄云等出席会议。林涛勉励所有教师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奋发有为，扎实工作，努力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，共同创造秦淮教育事业的新辉煌。